各位大家好，继续辛苦，安尼真好，有信心，所以你参与咱台湾民政府的行列，这个是一生的福气，嘛是一生的责任，嘛是一生的应该要调整的观念，调整一个人的观念真无够容易。真的非常困难，亲像我也不识，对河南话讲是雅福嘛，对不对？雅福下德，但是用你的角度叫我的名雅福，但是对我塔加沙国高山族来讲，完全无同的意思。你在迄、那个？钉啊，屁股会钉的那个，大家安那讲，钉啊，嗯，对，这就是雅福啦。对我台儿族，我是大家三个的台儿族，所以你的角度，我的角度无同款，虽然无同款，但是会当互相了解。了解了后，安尼误解渐渐消失，所以一定要彼此认识，认识以后呢，才发现真相的宝贵。在我是牧师，我们在台湾神学院，我在读台北的台湾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学希伯来文。因为基督教的圣经，基督教的圣经，那个古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原文。那我非常印象真深的那个观念就是：什么是熟悉，什么是认识，认识跟希伯来文的那个女孩子的子宫非常相似，而且是意思一样。那认识的意思是说，你认识他必须要受到保障，你认识他你必须要付出你的生命来保护。赶快打波不一定怎样，但是结婚的应该怎样，我们夫妻的或者是太太的子宫就是真正保护生命的非常安全的地方，对不对？这个就是希伯来文为什么非常重视这个认识这个意思。所以互相熟悉，那个误解会当渐渐消失。亲像阮高山族大家三个甲是嘞，甲迄个好多人以前哇，看到高山族出臭的人来了，出臭的人来了。我在大湖，在将近40年前，在大湖初中读册的时候，拢是客家人讲客家话，鸟烈的讲客家话，所以就跟我讲说：“想听你呢，反内。”我说：“你再继续讲，我就要杀你！”哇，这吓一跳，因为不认识嘛，其实同学，但是。因为以前30几年、40几年前，拢无来往嘛，较少了，北部有了，爸爸妈妈跟客家人是有一些的来往，但是阮少年人无来往啊，所以一听到说反内，亲像翻啊，就像日本人说啊反境，结果1923年。1923年，天皇太子，这个太子呢，他来到台湾，到那个咱台湾青山来，到深山里面，看出高山族底下跳舞唱歌，嘿哟嘿哟吼吼吼，哇，唱歌，你捌听过无？有无？有没有去过高山族的部落？假如没有的话，啊，无采工，
连刚去认识认识，因为那么多的我们其实台湾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平埔族嘛，对不对？我们几乎都流了这个平埔族的血液，那80%多的 percent， 所以全部都是让台湾人，也是大家都是原住民。所以那时候日本太子那这样看到说，哎，反境反境，安尼无艺术，反境安人就是没有开化的。那结果这个太子说安尼不行，所以就罪打高沙沟。那高沙祖称了高沙祖，从那时候就把山地人还有什么山地三胞、山地四胞、山地原住民，什么名拢有，就是要这个中华民国要混乱我们的认同感，所以名称都会乱。所以我的名称以前是李福全，那个是公告人员，还是乡公所的人到山顶摆列几个名，叫我的爸母说，啊，你选哪一个名称比较好？那时候李福全，结果十几年前说，哦，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说，原来这个名称是这个姓，我们大部分的达卡沙沟高沙族没有姓。所以有人说，要不你姓什么？你姓什么？说我们没有姓。哈，你没姓啊？那好像不是人的样子。他不知道我们的文化嘛，达卡沙沟高沙族有14个族群，一半以上都是用名称，没有姓氏。就像我亚夫夏德，亚夫夏本来是亚夫，但是中文没那个夫嘛，勉强严格来说是为了你呢。亚夫夏德本来我自己 YABU Y 亚夫夏这样叫我自己的名字，那么简单，我回到家的时候，亚夫亚夫亚夫，啊，很紧啊，什么说我好我好我好，这样不对啊。所以这些的名称的很不容易，但是因为了解以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就是要调整的。你只要观念很难调整，是因为很多事实不知道，真相不知道。请求让台湾历史的真相，一般台湾人知道吗？不知道，我以前也不知道呢，我做牧师我也不知道啊。长老教会都是台湾独立非常强，好像说，诶，祖国是最好的办法。现在一般台湾人就是这样啦，蔡英文也是一样，他们以为说，啊，会选上中华民国总统，结果说咱台湾总统，什么台湾总统，什么时候选过台湾总统？没啊，是跟那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这些是不是总统？不够看了，现在是传定的村长的给你局长了。那像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嘛，是流亡到台湾。因为美国为的是要让中华民国，他原来是他要去越南，越南对中国是排华最严重的一个国家，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国人最欺负越南人，所以他们杜绝古传，蒋介石来到越南，所以就他们一直蒋介石就派陈仪他们说，哎，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哦，有台湾，啊，这个台湾是，哎，原来以前是满清政府那一段时间是，哎，好像我们有一些的关系，所以可能会到那边，然后就跟美国参详，那美国嘛是厉害啊，他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自己不亲自
来占领，他委托中华民国，意思好像好意啊，美国好像好意说，因为在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以后，那在1949年，从1948年国共内战在那边开始，要开始内乱，开始争取夺权的时候，最后老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赢了，那中华民国就爱夺盟啊，那夺盟刚好美国说，哎，安内北败哦，因为要杜绝中共侵入台湾，那刚好美国看到蒋介石，哎，赶快来中国，哦，那既然蒋介石很恨老共，那当然美国就委托蒋习委托蒋介石来到台湾。那今天他们以为说，哦，用选举用选举来得到台湾人的认同，所以说台湾人台湾就是台湾人的台湾。刚好常常秘书长常常考我们，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不是？是，有人是，哦，是的，举手看看。好，不是，举手看看。好，那个话是不错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我是本土台湾人，我是住在这儿，生在这儿。问题是你有法不？请求问，我们常常去户政事务所的时候，我说我是亚布夏，我到户政事务所，我是亚布夏，他会接纳吗？看你的身份证，对不对？赶快，不是跟他高山做，立马赶快，你要去那个户政事务所，立马爱提身份证来证明。是不是你是合法的国民？看到哎，中华民国国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中华民国是不是台湾？当然不是啊！中华民国 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那个 China， 那个指哪个是指哪？是哪境？很多都是哪境？八卦，所以日本人都喜欢这样。那但是他们就确定说，哎，原来是中华民国是中国，但是一般台湾人知道不？不知道啊。你还没到民政府，你还没认识民政台湾民政府，你知道不？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还没到台湾民政府，我也不知道啊，都不知道。所以以为说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但是依法人无法的，没有无迄个证据。好啊，你用国民身份证。所以今仔日二二八，今年的二二八，咱必须定个夫人隆重咱台湾人，台湾的台湾民政府有身份证的人，安尼控告美国，佮控告中华民国。头一摆是2006年10月24日，头一摆，迄个破决，美国法院破决，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的即摆的政府无国籍、无承认的政府，对唔？无承认，唔是干你理解承认就好啊！我是亚布夏，我到福建事务所。我是亚布夏，是你夏人无关系啊！好啊，你的身份证，那无身份证袂当登记。但是隆重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这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真大的原因，是具体上的控告。2006年10月24日，第一次控告是以人权，美国是人权控告美国。原来美国一个国家不能被控告的，
但是我们秘书长讲得很清楚，用人权会当控告美国，所以国务院呢，他跟美国法院说，安尼拢是政治问题。啊，了后美国的反应，唔是，是真真实实、真正的代志，事实，这个事实你必须要接受答辩。所以答辩了十几次，最后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2009年就放弃抗辩权。你看3年的这样控告，所以这里头一摆，美国法院判决，所以今仔日本土台湾人原来是还活在政治炼狱中。秘书长讲了遐尼清楚，什么是政治炼狱？无自由啊，唔是，咱唔是阿未做主人啊。那要讲主人，我们高沙族常常哇，我们才是真正的道道地地的台湾原住民的主人。但是我进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我就挑战所有台湾原住民高沙族的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好啊，你在台湾是，你住了6000年、8000年、10000多年，这个整个平埔族也算在内，但是据先都是原住民。所以那时候讨论这样的名称的时候，你看原住民，我去纽西兰毛利族跟他们头目酋长聊天，那也去看他们的生活文化，有没有说纽西兰土著民族或是原住民毛利族？有无？干那毛 tribe， 干那毛利族哪点啊？无增加迄个原住民毛利族，加拿大嘛是同款啊。六国有六组国家，有一个六国，他们一起合作的六个族群，他们认为是那加拿大是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已经划分得很清楚了。因为依法行事，这样才不会一直斗战争一直持延下去，因为战争没什么好处，所以就依法来定定加拿大的几个土著 Indian tribal people， 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加拿大原住民六族国，他们也没有讲说原住民，这个原住民是干那让台湾勾刷做个人，我们在那边争取原住民这个名称。我也参与，还没进入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我也参与这个证明运动。所以我们勾刷中原住民嘛是抗议啊，为了证明。以前是山地人，你看原来日本太子讲了，已经讲得很清楚，高沙族。但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是高沙族，变作高山族，高山族有听到高山青噔噔噔噔噔噔，哦，这个都是从高山青开始，所以他们你看中国人很会玩文字游戏，高沙族改为高山族，好。换了哦，就变成你既然住在山地，啊，那也别山地人嘛，我要变好山地人。结果为了统治方便，所以山地山包，平地山包。那我们山包，你是包啊？那我安那名啊？我安那啦。所以又有改为好，我们争取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一定要分吗？这个就是中华民国控制原住民打卡沙沃高沙族，所以名称都会变。就像外太太，我太太是西罗塞雷休假，我们在神学院认识，我们结婚已经30多年了，生3个儿女。那
我们争论了几个字，我说奇怪，你们平地怎么会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家怎么说？好了，我怎么说？哦，所以我说，难道咱人是狗啊？这个我的太太，不是啦，这个是形容，干那形容哪地了？不是咱人是狗嘞，是个是狗啊，或是鱼啊，或是什么什么动物？我们高沙族这些动物都跑到我们的肚子里面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十二生肖啊。当然，我们在座的吃素的原谅了哈，因为在高沙族，你不吃肉，那肉山猪啦、猴子会越来越多。那当然，现在高沙族也慢慢的环保，也有吃素的了哈。但是你不能怪说我们高沙族不能吃肉，因为这个是文化嘛。以前无菜啊，无肉啊，无鱼啊，那有了西鱼都有，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这个就是中国人，不是你们的喉咙狼，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没有把人当作真正的人看待，就像什么马英什么，他也告诉我们原住民，我们还把你当什么看待？高家来，呵呵，所以没有把我们人当作真正的人，这个就是中国人意识形态非常强。让台湾人嘛是赶快呢，也有受中华民国这样的意识形态受影响，所以这些都要调整。那调整实际上真困难，所以今天是参与让台湾民政府，我们要背起更大的十字架，更大的责任，为着后代，为了后代，为了台百姓设想。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胸口互联，就是观念爱改进，要调整。那这个调整你必须要清楚属性，爱清清楚楚台湾历史的真相，那不这观念也是同样不能改。像那些亲戚朋友来说啊，你参加台湾民政府那个诈骗集团啊，啊，那他到底诈骗我们什么，还是民政府有诈骗你们什么？让清清楚楚啊，我们吃住都很，我们必须要缴纳这个吃住啊。你看你到山上山庄那么多的山地的地方，原住民很多山庄，很多财团就进入了，我全部把那些整个的土地用人头，原住民的人头去用财团来去买这个土地，台湾民政府执行那些，这个就是要重新国土规划，那些财团的一个一个爱顶心调查，爱不？要不要重新调查？要。哎，你可能是其中的调查员哦。吼吼吼，爱注意哦，不要为了你去调查，重新调查，原来这个土地本身就是勾刷做个偷对，为什么会变成财团呢？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登记平地财团的名字。到今仔日到即阵咯，因为中华民国嘅法嘛是同款啊，袂当不能买卖啊。但是为什么还是财团能够进去？李登辉的朋友也是用李登辉这个名义进入到新竹县官路那边盖了雪霸山庄、雪霸农庄，非常大，他们可以做勾刷做。要做的时候不能做，为什么？都是财团了，后面有黑道了，
要不要修理？要。不要说修理了，重新调查哪一个是真正的时候，就要重新归还给勾刷族，就是要归还给勾刷族，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传统领域。那做好了，那当然以后的细部法令，那以后再做，不一定你参顾，你要参加给那些的高级班了后之前训练法理点招，然后五个五官训练以后，再进入到你喜欢的领域。你喜欢的领域的时候，你就开始选哪一个。假如你是国土规划的人，那你就专门做这个宅团。哇，那更大的事工哦，真大的工程呢。所以今仔日我们要预备心，今天我们有那么大的使命，是一生真的是找不到的呢。你一生要找金价吹薄呢，等到我们执政的时候，以后还有没有什么时间？没有，今天就是天意啊。所以毕淑定常常讲，天佑台湾，神帮助台湾，上帝帮助台湾，还是你的神明帮助台湾，拢未使，拢是包含在内，会当好台湾有真大的福气。但是要大家参与，爱参与，改变这个历史，改变这个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等待今天8月28号，中华民国跟美国政府今年的228，2月28，我们控告以后，美国跟中华民国他们在谈论答辩的，所以他们8月28号就要答辩。那我们就等着消息，大概几个月当中，美国就会判决。破管有什么结构？必须定有跟您讲不？初级班的时候还是长？初级班还没有上过的，请举手。哦，你们跳级班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哈，没有关系，反正下一次再参加初级班。但是9月第一个礼拜，不要忘记，那个是五官可以合一的五官，还有之前训练你要寻找的领域，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来补，所以你们就要预备心。等于说我们交学费一样，等于说我们帮助台湾民政府的建立，因为让参与就是帮助台湾民政府真真正正会当执政。那今天秘书长他也一直鼓励我们，我们早上在那边上课，当然也心痛，因为有的执政的能力在秘书长的目标还有一些落差，当然就他也心痛，我们也心痛。那希望你们在座的有那个专业的领域，无论是财务方面的，或是内阁方面的，或是任何都有你自己的专业领域，你可以去选择。这个就是我们负起真正台湾的时代的使命。啊，你好不？好不？哎，跨定哦！不要等到哎，等到出了啊，哦，嘛是赶快，亲家朋友来看，你看看，你看看的，又被骗了。你应该要说服他们，不是他们要说服我们，对吗？咱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因，不要让我们自己得到福气，让我们亲家朋友嘛是同款，会当得到这个福气。所以今仔日观念的改正还是调整，看出中华民国的事实，台湾历史的真相。第二个是我们看今这一段的时间，三个候选人，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在那边比来比去，好像说蔡英文哇没问题，蔡英文哇头一个女总统，假如他是
被选上女总统，也是同样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他还是在流亡。你们知道民进党的党纲里面有一句话吗？他们也是成立台湾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台湾是独立的国家，一名叫做中华民国，同样也是中华民国。所以必须定说民进党一名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对，这个清清楚楚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是什么？对，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干称简称是什么？中国。赶快迄个日那日那人，迄那 China， 赶快。所以身份证，中华民国身份公民身份证，赶快嘛是中国。所以破国了后，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我们很清楚嘛。1946年1月12号，他们用行政命令，中华民国用行政命令，让你前辈，还是让你北部有70-80岁以上的，他们可以赶上。1946年1月12号，中华民国就是来到逃到台湾的时候。用行政命令全部强迫我们，本身是咱是日本人，会接我们的祖籍是日本，结果隆重改做中华民国国籍，这是违反世界人权15条条例。你违反了世界人权，所以让你必须定服刑。在3月12号，在美国国家记者会公开记者宣布，这是全世界让台湾历史头一摆、头一遭，在美国华盛顿 D.C. 遐，用遐呢这100多个国家宣布，中华民国是流亡的。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强迫阮的本土台湾人改做中华民国国籍。那么多的国家才恍然的领悟的说：“哎呀，原来台湾是还有那么大的问题。”啊，你无怪台湾的命遐尼多，你为什么？跟日本交流，他用什么名称？交流协会。那用美国呢？美国在台协会。但是每一州又有不一样的办事处，也是不同样的名。然后到别的国家，同样都不用台湾，因为台湾不是国家嘛，所以无真真假假的国家政府嘛，所以全世界给我们搞混了，全世界干那台湾人啦，拢搞混。哦，这个名，这个名，你看台湾这个名，你遐尼好，那用遐尼这个名，就是因为台湾是国家嘛，中华民国是流亡嘛，流亡的人。来到咱台湾是安那做老板，隆重的大公司都是总经理，然后整个将军都拢是中国人，差不多70-80%都是中国人，是为什么？你阿未到台湾民政府，你知无？阿未到台湾民政府，这个事实，这个真相，你知无？你知无？我嘛唔知啦，所以今仔日咱到台湾民政府是真正的福气，是重新洗牌。这个使命伫你我的心中，安尼好无？好。哇，安尼真多谢。所以今仔日来看出事实。
最近呢，李登辉不是有讲吗？他真的心里讲心里的话，有的人说早说嘛，台湾人本来就是日本人啊，那台湾根本没有攻击日本啊，台湾是日本军啊。哦，那个马英什么，不要讲说告了哈，然后几个那些中国的，好像还有民进党的李伟嘛是赶快，然后在那边在骂这个李登辉，哇，破坏我们台湾的主权，台湾哪里有主权？有主权不？无主权，当然无国家嘛，无国家无主权。但是，在1937年日本时代时，在咱的台湾早就开始建立台湾主权。只有你看，和对，两三百年前荷兰，然后进入到郑成功，明朝整个这些的不同的政治，他们有没有把台湾当作主权来看？都是殖民地啊！你看有一次不是日本在牡丹事件，有没有听过？日本人来到台湾的屏东，一看，哇，这个怎么没有穿衣服？这个，然后就那边被好像是排湾族还是卢凯族。马上就杀不少的日本人，就日本就向清朝抗议说：“哎，你们的人怎么会杀我们日本人？”这个清朝说：“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人民的，那个是野蛮人，那是夷人呢，夷人那是野蛮人呢，你看没有把我们当作真正的人民看呢，告给哪几的？”到准了，不是跟大家说过高刷族，你也是这样，也是和中华民国这样压迫到今天。加在有台湾民政府，这样好，可以改，可以改，会改吗？会改吗？在你的心中，所以在我们的大家的心中，所以既然李登辉说出他内心可能愧疚几年的心中说出真相来，所以虽然有那么多的侮辱他说那个当然他们的事，然后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所以跟那些这些我们已经进入到高级班的训练，然后希望再继续，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虽然感觉到有一点重复，你们看那个网路啦会很多的，但是因为台湾的历史不是你一次两次说啊它怎么重复，你必须要自己清清楚楚。我参加4年多了，也是一样啊，开始的时候到今天也是一样啊，奇怪你做牧师是怎么没做教会工作，你做牧师怎么不在教会的工作？为什么参与政治？哦，那底下不同的看法，我说这个没有关系。那么多几百样的侮辱了我们秘书长，他都不回应，那我算什么？所以他们都说牧师是啊，那不好好在教会工作，来告台湾民政府。就是实实在在的台湾民政府，用国际法、国际战争法，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几个条文哈。好，然后我们就更清楚刚刚所讲的控美案，而且我还没讲完，到了今年228，然后8月28号的答辩以后，几个月就会判决。所以一旦判决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失效以后 ，passport 有没有用 ？passport 一定要用身份证申请，对不对？既然没有，那中华民国阿别那，就是结束台湾的嘛。
那谁要接？台湾民政府就是烂的呀，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时代。那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我们更加勤劳。虽然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这些羞夸殆尽，就把它当作说一个蚊子在叮你的皮肤而已了。你好不？就把它当作说钉子在叮我的，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你走得正正确确。是台湾真正给我们更大的台湾民政府的给我们活路，那必须定能够看见这样的远见，是这种就是因为天意。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秘书长的一些小小历史？从中国逃出来，没听过吧？有看过那个中国出逃哦，滇西屋。我要讲的重点是，他从厦门逃到到金门，所以那个老板的哈，奇怪，你是台湾人，逃到到台湾，我头一摆听，我第一次听到台湾人偷渡到台湾，平常都是什么厦门什么中国小姐、印尼小姐。来卖淫的到台湾，我几乎都在他们这样去偷渡台湾，是啊，那你台湾人偷渡哇，偷一摆，这也是台湾历史头一遭，也是我们秘书长创造出来的。所以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当在金门偷渡到金门的时候下船，那下船他大概膝盖以上。的水，因为他要赶快，希望不要被发现了，所以他一定要也要早一点进入到登岸，登陆到金门。但是惊一段时间呢，一点钟左右呢，结果都是泥沼啊，皮鞋又拿不起来，因为很一个钟头你这样跟水走路，搭配的。在岸边走路无同呢，对沙嘛无同呢，有真深的水啊，然后又泥巴，一点钟左右，这样很辛苦，然后最后就皮鞋又拿不出来，袜子又破掉，然后都是贝壳在刺伤秘书长的脚底，最后他就很累了，他就趁这个一个调咖。在那边顶住，用他的手帕，他就向上天祷告了。我死在这边不甘啊，假若我能够活着回到台湾，我下半辈子我自愿义工的奉献给台湾。这个就是他的祷告。这一段你们一定要记得，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领袖的小小故事，我才刚，所以我就加强，而且这个事实，结果刚好他祷告完毕的时候，就上面就星星闪烁，然后要找的人就以这个星星闪烁亮光才找到秘书长，因为暗时十点哇，看无啊，雾雾啊。就有一个高杀猪身体体壮的，他就没有背了，就是扛着秘书长，因为秘书长很累了，真的在边掉眼泪。所以今天是让台湾就是必须定的目屎，也是让的目屎，继续为着台湾。所以今天我们就等着美国的判决，所以等到执政，我们的执政到的时候，那就大家发挥你们真正对台湾的爱心。所以让参与台湾民政府就是你的生命的付出，也是你的疼心来疼台湾。不要等到什么民进党什么那么多党派，几十年七十年有改无？有改无？
游行遐尼几几百摆，有改无？有改无？台湾什么年轻太阳花，有改无？有，嘛是无啊。阮高山族兴化土地有改无？嘛是无。1988年、1989年，我们还我土地，第一个原住民主任委员尤哈尼，是我跟他同事，我们一起策划的。我们十几个人策划还我土地运动。1988年、1989年、1992年，嘛是赶快去啊，兴化土地，你抗击中华民国，有改无？无啊，嘛是山地保留地。什么是保留地？山地保留地。对啊，意思就是不是你的土地了。奇怪，多无的人做老板，有合理无？有合理无？所以要改。所以台湾民政府真真正正为着台湾。所以今天你我的参与，就是真正付出。列贴心，所以讲了那么多，哎，也不见了，也被我吓一跳了。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历史的真相。那还我土地的时候，哦，按，哦，等下。还我土地的时候，结果我们大家都还我土地，还我土地。结果有一个高山族个，还我太太，还我太太这样。我说奇怪，你怎么说还我太太？要还我土地？原来他太太跑掉了，被平地人诱拐去了。所以他说还我太太。这个高山族那么可爱哦。好。真正的国际法，我们回到依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是事实，也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更清楚。那今天回到法，因为我们秘书长所写的《新台湾论》那边都有，所以你们一定要加倍的勤读，更认识。啊，有什么疑问的话，列出来，也写在旁边，都可以这样问你们的州长、你们的知识，哈。你们属于哪一州的知识都可以问。国际在万国公法里面是最高的约束，那形同上帝的法就是自然法则。好，这个是我们知道流亡政权的中华民国1946年1月12日，他们强迫我们归入到中华民国。那关键的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秘书长讲的有20多条，当中有5条是跟我们台湾比较有密切关系的，我把它列出来。好， Roger Lin 是我们的秘书长，第一次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的这些事，除了违反人权以外呢，那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B，日本放弃台湾澎湖所有一切权利，这边有没有看见他的端倪？日本放弃台湾，日本放弃台湾，所以中华民国马英九他们说，你看放弃台湾，而且我们蒋介石代表在受降10月25号投降日的时候有接受日本投降书，那中华民国接纳，那接纳表示说，既然日本放弃，啊，当然中华民国接纳吧，那当然就中华民国自然就接纳，这是他们的解释，这样对不对？我们来推敲，日本放弃台湾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天皇。日本是二元制的，日本天皇、日本天皇跟日本天皇委托人民所组织的政府，就是今天的日本政府。所以秘书长有讲过，安倍要到苏联普丁总统的时候，
去见，我要毁这个北方四岛。结果普丁说，你回去念书，讨几拜，后来就回到台日本。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又去，又跟普丁见面。我不管怎么样，现在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这个四个岛呢，游玩习惯日本的偷对。普丁又说什么？你回去研究，再读书了。结果安倍呢，透过他的秘书当中的职员，就亲自来到我们秘书长，来到台湾，刚好到我们这个秘书长这边，就谈论。啊，原来今麦的日本政府是天皇委托人民所组织的政府，所以这个政府跟他管辖权哪点，跟他管理管哪点，所有管的对天皇。当然，日本政府会当代表日本天皇放杀所有的平北俄台湾的所有管，有无？有没有权利？日本政府能不能代表？当然没有权利啊，除非日本天皇自己亲自讲。所以这个就是我中华民国那么多的法学博士令因阿北研究，没有研究到这个透彻。所以这个日本政府是金马日本政府，你们知道去年他们已经修改了第九条，日本宪法第九条吗？日本宪法第九条就是日本现在是防卫队，保防队而已，别人进攻你才可以动，别的国家侵入你才可以动。结果他们说啊，那这样不是死去啊，那敌人来到你的自己的领土才可以动，我哪行？结果就因为秘书长就告诉这些有关人员，安倍也很清楚，唯一就是要改日本宪法，所以他会用参众议院来修宪，所以已经通过了第九条防卫条，变成真正的是自卫，真的是什么名称？集体自卫权。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权利，只要我们的联邦的国家有被敌人侵占，我们有权利集体去帮助。然后你得到情知，有人要马上进攻到你日本国土，你有可以主动的去进攻。因为全世界除了美国、苏联、日本的战斗，日本的那种军事设备非常发达，现代化，你们知道吗？他做航空母舰有规定吗？航空母舰有多少？每年他做航空母舰潜水艇，最后都新的旧的，假如说以19艘来说，那第20艘做新的，然后这个第一艘、第一、第二、第二到第19艘，然后20艘是新的，对不对？那第一艘是最旧的嘛，所以这个第一艘就进入到海里面去藏起来。现在目前日本藏起来100多艘，这个都可以战斗的嘞，厉害不？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军事人员的，他们秘书长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这样每年都轮，所以他还是做了更发达的。然后集体自卫，那二方面就是台湾也是赶快呢，日美安保条约，台湾也包括在内。是安那美国会当申请迄个 AIT 的所在，伫台北内湖内湖。东湖路100号，你们这边有没有台北州的金湖路，对，那边。然后美国
在全世界全世界有三个所在会当做99年，搁增加99年，三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就是台湾的内湖。99年加99年呢，意思就是说，我永久嘛是爱占点的台湾啦。中国有没有皮条？没有皮条了，所以不要怕说啊，中国会进攻。那中国进攻到台湾，日本、美国不会安静，一定会亲自为我们做。所以整个陆海空都是美军在掌控了，所以他要准备给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美国早就底2006年控告美国那一段时间就开始预备，预备到今天，所以整个的运作，我们新竹五峰乡的乐山基地，东南亚最强的反飞弹雷达，真强了。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掌控了台湾，也就是说，保全咱的台湾。安尼有安全不？有安全不？我们就不必花今嘛流亡监管，你在因的五省偌济么？一年3000亿以上，然后2000多亿是外交，因为以后我们执政的时候，整个外交和国防都是美国在掌控，所以我们不必预算这些将近6000亿的钱。那个是兵呢，我本来不知道呢，中华民国有兵，跟我又有暗的呢，还有明的，还有暗的，有不？我们苗栗县县政府刘正宏，他那个是暗的呢，600多亿，听说快1000多亿呢，你不知道啊。所以中华民国很喜欢明的又有暗的，奇怪了，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是有安尼无？无安尼啦。所以今日我对恁有信心，安尼好无？好。安尼休困10分钟，会使无？好好好。